H2P Entertainment.这些钱，你拿着。我只要9000。 这些钱，你应得的。得了。等一下。 这样才行吧。听好了，年纪轻轻的，找份什么工作不好，非要干这个，别干了。 接电话，我不是灵异，他手机落我这儿了。你什么人啊？喂，说话，喂。他们怎么会认识？
大哥，你这没料。这样，你送泰哥回去。 好的，森哥。哎，森哥，好歹我帮了你，一句谢谢都没有。谢谢森哥，不过森哥既然有女朋友了，就应该早点回去，不然女朋友会生气。 他不在了。对不起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他都不希望看到你做这些事情。这些事，花天酒地，胡作非为，还是恨我？手机拿好，不然掉到别人的口袋里。 你还真去酒吧卖酒？不然呢？其他的工作又不会要我的。那你为什么非得跟别人说你坐过牢呢？因为我不想让大家知道真相以后再来辞退我，那样只会让我更难过。我也帮不了你什么太多的。这是市中心一个酒店人事经理的名片，我跟他说过了，先过去干着吧。吴警官，从我出狱后，你一直都很照顾我。 我不能再浪费你的人情了，我也没帮什么大忙，拿着。要是找到了新的工作，随时换吧。阿森，森哥，这不你那妞吗？啊，林毅。 前两天，哦，这什么组合来的啊？吴三儿，兄弟们不是刚吃完饭吗？路过，结果巧了，在这儿碰上您了。哎，厉害啊，认识我，吴警官啊！我坐过牢。 吴警官倒是很照顾我。坐牢？什么事儿啊？杀人？杀人？杀人还说这么理直气壮？看来里边调教的也不怎么样。老太，他是防卫过当致人死亡，跟故意杀人不一样，懂吗？那里边没调教好，怎么警察局现在还有售后服务啊？ 人家都出来了，你就别缠着人家。再说了，这妞现在可是我们森哥的，心里边那点事儿。森哥，你这头上怎么有点绿啊？啊？是怎么了？镇东人，反正要我，我忍不了。阿泰，我警告你，嘴巴给我放干净点。吴警官，看看。 我们俩搬不搬配啊？阿森，别生气，别生气呀、啊！吴警官，说实话，警察局的茶好喝呀，我可惜了，每次都没证据，弟兄我喝不够呀。<笑>走，松开，放手。 你知道警察大人犯什么吗？你真的太过分了，森哥，还是得小心点这妞啊。这妞跟吴放走的太近了，也是他安排在你身边的眼线。去。
一个妞而已，无妨，她又不傻。森哥还是太小看女人了。你看咱们大嫂，什么手段她用不出来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越好看的女人，越会骗人。小心驶得万年船。谢了，泰哥。